阮定定会去参考伊的水沟啊、钓红梅啊。下一日，伊是个水沟啊，无看过，是清清，打过一句一句的噗噗啊流出来。红梅啊抓袂完，水鸡啊嘛喷喷跳，抓抓，算啊算，算了啊，红梅啊。鸡啊，把伊放入去，有阵囡仔烧酒来倒，阿妹啊讲了，总是看到猪狗啊，下壁都顶粘着一个银行啊，是个呢，只要一粒几半几半，都袂输到身材嘞。但是细汉的我，实在捌身材细啥样，看到伊是银行啊，是个。就一座草莓，上手心的是有一摆，我一个人走去水沟看水沟遐佚佗，迄条水沟对细汉的我来讲，那是偌大，反正比我人较悬，高处土哒哒，水沟仔是啥土的，倒挂两石头来坐坐。好出来地球啊，肯定上重要的是，别个肯有一只草莓，草莓一套面，伊完整含那四斤含糖，感觉也是不比三三的贵子，平常时真罕见食着。正常，伊啊暗怀爱是，想讲迄草莓，可能因为细粒也多。就呾垃圾垃圾，食无人爱食，无人去食，我嘛歹势讲。但是，一阵有这个机会，无人看到，阁有未来的草莓在我身，我应该把握。结果，我人受下，受啥无？我用脚来挡，踢一个规个草莓，算我甲羞羞羞。我讲想要甲伊搞起来，我真不甘愿。但是要用我少年真久的草莓，我用石头片，用茶一烤，我一个大声的红枣叶，唔对，是红草莓，害我一个囡仔去吃回去。谁人知影？这个无注意，我煞规个人挂挂到去水沟仔底。一个唔够呀！一条水沟规人死，我想是煞袂起好，也袂去面看救人。若讲着这条，我是期待啊。唔过，一摆我的面头根本袂笑，是咱做白，偏偏真无真好。是啊，我真想问，我的面头是做空调好热啊，好所在烫。草草莓，哦哩！我今仔日都学到这。好，掌声鼓励。